你别打了你。哎，去告老张不去了。哎，不去了，不去，不去了。口说无凭，快快烧了洞府，别出去玩。不行不行，菩萨当年指点我，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。天蓬啊天蓬，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。啊，是真的？当然真的。你可别哄我。谁哄你？走吧。太公，太公啊，太公啊！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。是啊，哎，在哪儿呢？这不是来了？哦，哎呦，高徒好本事啊！多谢师父。阿弥陀佛。呆子啊，还不去见我师父？切！拜见师父。悟空，嗯，他为何拜我？师父，他跟弟子一样，受观音菩萨教诲，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。哦，多谢观音菩萨。悟空，嗯，快给他松绑。快解，快解开呀！师傅都让解呢。师傅，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，叫做朱无能，我还记了五魂三宴。今天见了师傅，我可以开荤了吧？哎，不可不可，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，我再送你一个别名，叫八戒。如何？八戒，八戒就八戒。哎哎哎，还不去谢过师父？哼，谢过师父。嗯嗯哦，老施主，请留步。师父一路多多保重吧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呐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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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走？虎皮，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快看师父去。哎，走走。你悟空，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。是。你瞧，黄风渡妖怪，快快送我师父出来。可怜可怜，原来是个骷髅病鬼。Thank you.
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八戒，师兄啊，八戒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好妖怪呀！师兄，前面有户人家啊，来，前去看看，咱们看看。你慢点啊，来来，哎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，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，叫做三花九子膏，专治眼病。这个太巧了，哥哥这回可有救了。别动，别动啊！玉仙，哎，拿水来。哎。听说啊，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，能吹天地暗，闪刮鬼神愁啊。哦，去吧。好。哎，别动别动，今夜不可睁眼啊。在我家吃顿晚斋，睡上一觉，明天就好。谢谢了，多谢，去歇息去吧，歇息去吧。哥哥，咱们歇着去吧。来来来，那边走，这边，这边走。八戒，快起来，快！你看，眼睛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可真怪呀，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，马，八戒，八戒，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，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？我去也。师兄，你小心点儿！你等等我。师父，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。悟空，快快救我出去吧。师父莫急，我这就救你出去。我问你那猴子呢？我没看见。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。大王，要是不曾被风吹走，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？天兵何所惧？除了灵吉菩萨以外，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。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。
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。好嘞。灵吉，妖怪！哦，原来是这么个触念，嘿嘿。菩萨，菩萨，你却为何将他救起？嗯，他本是灵山脚下得道的黄鼠，偷了佛前琉璃盏的灯油，逃来下界黄风洞为妖。啊，原来是佛祖家的老鼠下界为害啊。若是佛祖护短，还不重罪轻罚吗？嗯，你这刁嘴的猴头，连佛祖你也不放心。快把定风丹还给我吧。我，定风丹，你就大方些送与我，日后降妖我还有用处呢。你这猴头，我前来助你除妖，不道声谢，还要贪图我的宝贝。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。是是，多谢了。这河怎么过得去呀？嗯，师傅，这水好深呐！八戒，小心点儿。那妖怪不禁打，又钻回水里去了。
没个舟船渡河，那妖怪如此凶狠，为师怎么过得去呀？师父，那妖精久居在此，深识水性，哎，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，岂不是好啊？那好，你去把这妖怪捉来，我在这儿守护师傅。你快去吧，你快去吧，你。悟空，我说，八戒，贤弟呀，那水里的勾当，老孙不如你。那也是，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。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，我老朱怕弄不过他。不要紧，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，把他引出来就行了。哎，哎，好，好，快去，快去。八戒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就放心吧，看我的吧。就急着下手，师傅，那妖精也弄得滑了，再也不肯上来了。哼，妖怪如此凶狠难收，哎，就是嘛。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。切，怎么能过得去呀？哎，兄弟，兄弟，麻烦你再走一趟吧。还去？啊，我不去。哎，你。要去你去吧。你不去，好，我去。哦，啊，师父，晦暗行者来了。啊，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。沙悟净。晦暗行者，悟净，还不快来拜见师父？啊，师父，菩萨命你在此等候的取经人就在眼前。他与我交战了两天，也没提过一句取经的字。那个毛脸的雷公嘴，是他的帮手，好不厉害。我不去。哎。那是猪八戒，这是孙行者，都是唐僧的徒弟。
菩萨点化的，你不用怕，随我来。师父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认得师父，万望师父恕罪。唐僧莫怕，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，被贬下界。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，被贬下界来，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，幸得观音菩萨点化，在此等候师父。你果然诚心皈依，弟子蒙师父相救，怎能不诚心皈依啊？悟净徒弟，多谢师父。二位师兄，师弟，师弟，师弟。走的倒好轻快，我肚子早饿了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。你这个练家鬼，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。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，你不知道，自打跟着师父，我就没吃饱过。宝姐，你若练家就回去吧。师父，师父。我只说肚子饿了，他就说我恋家。我受菩萨戒行，情愿保护师父西天取经，绝不退悔。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走吧。八戒，快来牵马！又让我牵马？我不。呆子。快走，师父，三位师长，弟子谨遵师命，引领悟净归服唐僧，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。玄奘师徒聚会齐全，我也就可放心些了。大事此言，为时过早吧。请老母指教。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，正巧老身路过，为孙猴子治眼痛。我看那猪八戒凡心未改，意动神摇，有些不大稳便。西天路上多磨多难，心智不坚，难成正果。你我何不设下一个迷局，试一试他师徒的禅佛之心？设一迷局？设一迷局？
亲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师傅，你看，前面有户人家。哦，好大的一座庄院呢！啊，我们正好去化斋呀！啊，走。哎，走。哎，八戒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你慢点！你快走啊，师傅！师傅，快走！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，怎么没人呢？师傅，老孙进去看看。悟空，悟空，你我是出家人，各自避些嫌疑，切莫擅入人家。知道。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？女施主。悟空，女施主，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。哦，去往西天拜佛求经，路过宝方，天色已晚，特奔贵府告诫一宵。长老请。师傅请。快来来。哼，你快快，来，快来啊！列位请坐。拿着，拿着，女施主，你拿着。喝茶呀。请问女施主尊姓？小妇人娘家姓贾，夫家姓莫，不幸丈夫早亡，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。唉，虽有家资万贯、良田千顷，只是无人照看。哎呀，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。啊？女儿们出来呀！来了，母亲。哎。怎么这么多客人？来，见过列位长老。长老随喜。随喜，随喜。阿弥陀佛。这是我的大女儿，名叫珍珍，今年呢20岁。哦，这是我的二女儿，名叫爱爱，今年18岁。来，快给长老见礼呀！见礼。嘿。哦，这是我的三女儿，她叫……我叫莲莲，16岁。你瞧，她还吃手呢。顶属她小，最娇惯。你瞧。作画女工真知无所不会。哦，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。母亲。啊，带走。我们家有8、9年吃不着的谷米，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，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。哦，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，自自在在，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？长老意下如何呀？师父，我说师父，师父，
嗨，师傅，那妇人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呀？你，我们是出家人，怎么能以富贵动心、美色留意？我嗨，哼，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。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，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，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？这啊，哎，悟空，你看师父这，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。哎，八戒，你留下吧，留下吧。别撞众人啊。咱们从长计较嘛。哎，吴静啊，你留下。哎，大师兄，你说哪里话？悟净受菩萨劝化，又蒙师父收留，宁死也要往西天去。哼，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？哎，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，就把你们赶出去。啊，嗨，师父太不会办事了，把话都说绝了。您倒是留个退身步啊！咱们呢，先含糊的答应了他，哄学斋饭去。明日啊，成与不成，在于你我了。像这样，他赌气一走，我们在这清灰冷灶，茶饭全无。你们说，咱们这夜可怎么过呀？嗯，你留下做人家女婿吧。兄弟，你也捉弄我，咱们从长计较嘛。八戒，计较什么？你要愿意，就留下做人家女婿吧。胡说胡说，大家都有这个心意。嗯，哼，独独拿我老猪出丑。哼，师父，你瞧，师弟，这倒好，茶水不见面。饭也没人管，哼！那马要饿上一夜，可就别走路了。要不你们在这儿坐着，我去放放马去啊！哎哎，给我一个！哎，他来了。哎，快点！哎，戴上！哎，你给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哎！姐姐，小长老，哪里去？我是来放马的。哦，你师父太死心眼了，在我家招了女婿，不比当和尚强。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，不敢有违军令啊。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，我也是左右为难呐。哎，我倒是没什么，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。我丑是丑了点儿，可干活有真劲儿啊，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。啊，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。哼，又不是生身父母，成与不成都有我呢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。你娘，嗯，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。哎，啊，怎么你不信？师父，他牵马回来了，你只管去问他好了。啊，八戒，你去放马了？没有好草，无处放马。
呆子。没处放马，可有处攀亲。师父，你看。各位长老，商量好了吗？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？商量好了，留下那个姓朱的。哎，悟净，兄弟，你别捉弄我。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。哎，娘都叫过了，还商量什么？八戒，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，快快去拜见师父，好做女婿。不成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？别装模作样了，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，赶快应承了吧。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，你说这岂不是好事？亲家母，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。好吧，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。是。姑爷，快随我到后房来吧。师父，娘。八戒，师父，悟空，你娘，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？我也正在为难呢。把大女儿配你吧。好。又怕二女儿怪我。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？又怕三女儿怪我。嗨，娘，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？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。岂有此理，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？娘，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？就是再多几个，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。不行不行。娘，你看怎么办？那都好，都好。娘，这样吧，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啊，你把它顶在头上，遮住脸，撞个天昏。啊，撞天昏！哎，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，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娘，快让姐姐出来吧。真真、爱爱、莲莲，快出来，撞天婚配女婿了。来了。三个姐姐乖滑得很，我一个也捞不着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，不是我女儿乖滑，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。娘，他们不肯招我，你就招了我吧。什么？好女婿啊，这么没大没小的，连丈母娘你都要了？娘，
娘，你别生气呀、啊。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咱们可现在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。这样吧，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，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，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，就把哪个嫁给你。好，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，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。啊，好，女儿们，把珍珠汗衫拿出来。好，你们哪个先试啊？我来。怎么这么紧呢？累死我了！累死我了！可惜八戒，凡心不改，禅心不固，重坠凡尘呐、啊！师父，那呆子此刻正做好梦呢，你不必担心，快去睡吧。啊！悟空，啊！悟空，师父，谁在喊？师父，八戒，八戒，我去看看。哎！来，二师兄。呆子，你的丈母娘呢？啊，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？啊！